我们庆哥来，我们这样子啊，就是最近昨天那个咱们弄了糖衣到舞台，把我们彩虹糖主播全部叫过来，然后咱们全部都上台，然后人气非常的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啊，第一个想看谁上场？第一个想看谁上场？我看一下啊，哎，你们两个真的好像啊，哈哈，谁想第一个上场？话筒给我，来看看谁想第一个上场的，有信心。第一个上场能给我招到20万人的有谁吧？有谁？谁能给我招到20万？这么有信心吗？你们都？啊？我看看你们要唱什么歌，可以帮我招到20万？你唱什么歌？喝醉以后才明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邱一航。邱一航，你好啊！邱百万，原来是邱百万啊！大家好，唱什么？喝醉以后才明白。这个歌啊，你唱啥？我唱那个能上20万的歌。啥歌？不给你机会了。我唱那个一个多情无情的人啊。你唱什么？大家好，我叫干就得了，唱干就得了。来，这三首歌，喝醉以后才明白，一个多情无情的人，还有干就得了，想听哪一首啊？我看不清的，为什么我总是啊？人气多少？19万了啊，太啰嗦，没办法，我们这是做综艺，不是唱歌，我们现在是做综艺了啊，好不好？咱不要老是唱，老是唱啊，来，一航是吧？来，一航来，有请邱一航。Woo! Hello， 大家好。来，邱一航来，他说一首《喝醉以后才明白》能给我招到20万，如果没上20万，你就只有一首歌的时间。哇，只没上不了20万，你就是一首歌，行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好好好，你好好把握一下，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两个来一起来一首。哎呀，看到你快得了20万了，看来我有第二首歌的时间了，谢谢。20万了已经啊，20.2了，家人们，干就得了，好，下一首干就得了啊，好不好？先让他们老主播先上，后面新主播慢慢来，我怕他们紧张。新主播一来，第一个上紧张的，等一下说不出话了啊！来，喝醉以后才明白。你到前面来。One two， let's go， yo， 20万人了 ，come on。才明白，你给的爱已经成为永远的伤害。在你的眼中，有没有应不应该？只是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。不知道我的明天是否还会如此无奈，但只要把你现在抛出我的脑海，不要再回来，你不要再重来，所有关于你的消息。笑已经变得陌生，流浪的岁月教我如何放纵。当我的世界被爱伤得面目全非，泪水又何去何从？ Come on！ 终于在那个夜晚喝醉以后才明白，你给的爱已经成为永远的伤害。在你的眼中没有应不应该，只是不应该的眼泪流下来。不知道我的明天是否还会如此无奈，但只要把你现在抛出我的脑海，不要再回来，我不要再重来，所有关于你的消息统统掩埋。所有关于你的消息统统掩埋，统统掩埋。
不嗨。一个多情无情的人不嗨。求福安不嗨。那就再干，那就再干一遍，干就得了，再干一遍。哎呀，我就不想告诉我闯天涯吧，来闯天涯的 DJ 版 DJ 版 来一首闯天涯。明天小佳就要离开长沙，又要去河南户外了，祝你闯天涯。祝我闯天涯，闯出一片天，是不是啊？Let's go， 把人支票继续往上甩一甩。我唱着青河，来嗨。免费人支票一起丢一丢，冲一万人助力。从来不怨命运的伤，从来不愿没有避风港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远航，寻找我梦中的天堂。人生本来太多的感伤，不必沾阳眼泪成两行。我是天下哥的路上，谁陪我乘凉，爱我的人等我在远方。老板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，就让我望望天，勇敢的去闯，望断了天涯路，望断了苍茫，我才不怕为了理想受的那点伤。我唱着情歌一路向远方，死也要死在闯荡的路上，望不断天涯路，望不断苍茫，就让太阳陪我在路上，就让太阳陪我们在路上。哎呀，这是谁的榜一是龙行天下，龙行天下哥，咱们彩虹团大哥，你问行。三二一 One, two, three, go, come on。 Woo, 谢谢。我说三二一收，你还忘吐睡够。唱一段啊，好不好？明天呢，小佳就是，又要去户外了啊，回去河南做户外啊，咱们一起来再次点点，先点点张小佳的关注，在榜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张小佳，然后在榜三的位置，后天下午2点钟在河南周口太浩陵户外直播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。然后首秀的时候帮我顶一波人气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下午2点，3月2号下午2点，三月二号下午2点钟，锁定张小佳的直播间，户外首秀啦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龙哥的嘉年华，感谢龙哥。有没有帅哥呀？给我来唱歌。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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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拿话筒。哎呀，这么多帅哥都来了，你们真的对自己好有自信呢！我天，拿话筒给我。哎呀，我说要搞找一位帅哥唱歌，这全来了，这看看那谁最帅，我看看谁最帅，看看谁最帅。老板，我要来。你呀、啊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主播吗？老板，我是彩虹团新来的主播，我叫迪阳。拿下话筒，你是新来的主播？对，我是新来的新主播。你确定你不是运营吗？啊，没有，什么没说。我什么也没说啊，我是新主播，刚刚来到有一个星期的时间。一个星期，你想唱什么歌？对对对，老板，我想，为你唱，跟你一块唱一首这个《中意你》这首歌曲。什么歌？中意你啊，中意你啊，中意你。对，中意你，哪是中意你？这全世界。对对对，就全世界只要压个哪这首歌。给我给他拉下去。不要，老板，我有事情要说。什么事情？我有事拉下去，拉下去。唱什么综艺？你综艺？老板，来，快，老板，等一下，你们也不要这样的，就往死里拉。来，老板，我今天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礼物啊？对啊。我是一个要礼物的人吗？真是我要礼物吗？我真的是。什么礼物？老板，我今天礼物呢？快点！什么礼物啊？快拿来！真的是什么声音？
什么叫什么？干嘛、啊？你别说话，这什么花？看不到，他们看不到花，你不要举那么高，这什么的啊？给我求婚呢、啊？你啊啊？没有，老板，这是我今天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代表我对你的尊敬之心。尊敬之心？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老板，请你收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音乐停一下，我先问直播间的朋友们。这位新主播啊，你先不抬那么高，手太累了。他要跟我唱《中意你》，你们想要听他跟我唱《中意你》吗？要不要听他跟我唱《中意你》？虽然我不是那么期待，哎，那不是，就。家人们，可不可以和老板一起唱《中意你》这首歌曲呢？家人们，如果不让你起，不让你唱的话，你不起来了。如果我要不唱的话，我今天就跪着不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真的是收下这个花了，来。好了，你们四位淘汰了啊！你们四位走吧，你们四位，哎呀，这四位帅哥，走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再跟大家说一下。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彩虹团的新晋主播迪阳。你确定吗？你会唱歌吗？哎，我不是啊，我不是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我感觉你是一个这个其他类型的主播，你是唱歌主播。对，我是唱歌主播。中意你，那我们现在这样，给个机会，他们都好，给个机会唱来。感谢家人们。升调吗？还是不升？不升了吧。不这确实在有大火气，我唱不出来。没有大火气，那我就跟着升一个调，好的，两个调，好的。你能唱高音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你啥叫应该可以啊？可以，是两个调，来，不然我唱不出来。来，给新人一个机会啊！你不要怕我啊！我哎，花给我，我要抱着花唱来，你抱着他的花唱来，有感觉一点啊，好不好？来。抱不动啊，那算了，中意你。Are you ready? 三、二、一。你没有大火气。这重来，我这搞什么呢？这搞什么呢？来，准备，重来。你没有大火气。你没有大火气。但是我有一颗爱家人们的心。却能点亮我的心。看那微微火光照亮了我的影子，都说爱你。你的一个微笑，就让我寸步难行，纵然我还要跋涉万里，也为了你停止旅行。准备好了 ，Come on！ 这全世界只有呀个呀个呀个美。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你，你的花香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。如果神说明天命中注定失去你，如果你说明天不想看满城风雨，亲爱的别担心，看我为你翻天覆地。可不可以家人们唱得好不好？唱一下，快点！没打耳返，我再来。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爱的烈火燃烧了空气，却不经意加快呼吸。最持久的爱情，难道是保持距离？我怕靠得太近你会腻，也怕太远我会伤心。停下来 ，Come on！ 这全世界只有呀个呀个呀个美，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你。你的花香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。如果是说明天命中注定失去你，如果你说明天不想看满城风雨，亲爱的别担心，看我为你翻天覆地。这全世界只有呀个呀个呀个你，这全世界我最中意你。你的花香咒语已经让我身不由己。如果说有一天全世界都抛弃你，如果说有一天你老到把我忘记，
只要你在这里，就是我生命的意义。哦，可以哦。来，我问一下你啊，我想知道你做过主播吗？啊，我原来没做过主播。没做过吗？我是啊，我没做过主播。从来没开过播啊？我是加入彩虹团了之后，刚开了有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吧。哦，从来没开过播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嗯，对，你是我的女神。我是你的神，你要不要我给你表演？啊、嗯，好的。还是我下去？不用不用，你和我表演吧，老板。你不要握着下面，握上面。啊啊、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想不起来。我叫迪阳。迪阳在榜几？看一下右上角十万加人气打开。迪阳找到他来，点点迪阳的关注来。榜九，榜九的迪阳，点点关注来。榜九，这样子啊，你想唱《我是你的神》？对，你是我的神啊，我是你的神，啊、你是我的神，对，对我是你的神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我都没听过这首歌，霍秋版本的，霍秋版本的。来看一下，是 DJ 版还是原版 ？DJ 版吧 ，DJ 版。DJ 版啊、你是我的神，来，我看看，对，是什么歌？来看看迪阳给我们唱这首歌，我听一下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家人们，手机屏幕点点赞。哇，好嗨呀、啊！Let's go！ 呜！本来都觉得美，情愿为了你受罪。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，你用魔力把我一囚禁。咋这么熟这个歌、啊、我一直都逃不出你的手心，还要拼命把你追。爱上了你，我已失去灵魂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我的神，在我心中你最美。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我的神，情愿为了你受罪。收，家人们，收了，要么就收了，家人们。还在我唱，我唱伴奏，唱伴奏吧，还很嗨呢，他就收了，他、啊、就收了，家人们啊，我唱伴奏还是可以的，他还是，但是能看出来是有点点紧张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你很热爱音乐，对我是一个非常，毕竟这个老板我是第一次来到舞台，稍微有点激动嘛，见到你，其实每个人都会激动，看邱宇航的来多少次了，跟我去户外了，还来了，还紧张的，邱宇航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看。叫什么？叫迪阳，迪阳啊！咱们迪阳的新主播来点点关注啊！觉得他挺实诚的一个主播啊！来，榜十的迪阳，点点关注。来，家人们，我是迪阳，来自山东临沂的一位新彩虹团新晋主播。喜欢我的可以帮我点点关注，榜十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昨天不是很挺能说吗？昨天啊，今天早不说了，害羞了。今天、啊、我今天跳舞啊，跳舞啊？对，他的脸是扑克脸。Poker face， 我要跳舞，你要跳什么舞？上下，上下，哎，这个上下吗？上下，什么歌？这是？是一首韩舞，这个吗？对，来，跳舞，有请西兰花，给我们跳一个上下来，呜，嗨，啊，重新放，人家说重新放，来，准备好。对不起。对，我来说三二一，开始，老师灯光先灭一点，他跳的时候再慢慢亮啊，来准备好我们的西兰花，给我们跳一个上下 ，Are you ready？ 三二一 ，Move。
차는 네 동공 난 네 맘대로 들었다 가는 no code Then not the logo oh oh 나 미치게 만들어간 듯 탑승한 rolling Go coaster yeah. So such a monster Such a monster Such a monster Hey baby boy Bingo bingo 돌리지 말고 no Hey baby boy 아슬아슬하게 스치지 말고 no Woo! 좀 건드려 건드려 왜 매하고 건드려 위 아래 위 위 아래 너 뭐야 你能不能这这？你咋一天不高兴呢？这试一试啊！来，这个小姑娘啊，这个小姑娘，这个她说什么？说她搞笑？她怎么搞笑了？油菜花，人家是西兰花。来，西兰花在榜几？我看看，西兰花点点关注右上角。我是那个星号，上不了榜，上不了榜。来，运营来了没有？上不了榜，上不了榜。这样子吧。你会唱歌吗？你会唱歌？我会唱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她是一个很酷的妹妹。唱点 rap。你们啊，你会说 rap？ 今天就不唱了啊，今天就不唱 rap。你要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